Number Zero 阿巴西，领队杨淑慧副教练，可以再大胆一点，因为魏家豪能打，对，很棒的防守，但是在下半场他的防守崩溃了。艾德的跳投的阿巴西在油漆区抛投有了。地板球找到艾德，再给到克利斯扣篮得分，7-6，特工一分领先。这球直接发给了艾德，交给阿巴西，快攻，双手的扣篮得分。哇哦，这个灌篮看得出来，阿巴宝刀位了，宝刀位了。再来看一下刚才战神的失误，让特工打了一个快攻，很好啊，恩多。特工转换过来，打得很快，外线拔起来，谢亚轩投进了外线，还是没进哦。对，坤哥提到战神在上半场手感冷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，反过来阿巴西的反勾得分，转换过来，恩多拿到球了，哇，阿巴西直接定板了，把球定在了篮筐跟篮板之间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本来以为恩多已经得力了，结果阿巴西从后面直接把球扇在篮板上。哎，这。被阿巴西点掉，但是球回到了特工手上，阿巴西给到了谢亚轩投，林炳胜勉强的出手没进，但是最后还是有哨音，阿巴西跟我有林炳胜纠缠在一起，他刚才跨过了林炳胜，阿巴西很不满裁判的吹判，对，幅度应该会看得比较清楚，阿巴西先踩到了谢亚轩的脚，还是偏的，15投0中，战神的三分球还是没有开张，那个准心还是歪的。阿巴西快攻得分，对，哦，这球发到篮下，直接给阿巴西两分，轻松要到。这个地板球开得漂亮，阿巴西传出来，哇，这空档太大了，艾德投进了失误，但是阿巴西去抢球，把球撂了回来，给到柯丹，要到了篮下的犯规计算，哎哇，凶猛的，阿巴西外线出手。进，恩多倒地，阿巴西三分球投进，克利斯跟恩多，你没有人可以打暗场，对，哇，这边有犯规的哨音哦，哇哦哇哦，应该吹阿巴西啊，情况啊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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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的撞击啊，好，哦，这完全就是一个意外车祸，哎呦。曾文鼎给到阿巴西，阿巴西再给到艾德抛投出手的。